震撼了，太惊艳了。敦煌文化是一个融合性的文化，它是一直不断的往外延伸，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工艺技术，还有美学，还有就是宗教祭祀的观念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敦煌文化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它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社会富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才能够发展出这么高超的工艺技术，不得了。所以我想全世界人看到我们的三星堆的文化。我今天看到这个三星堆文化，虽然说有解说人员就是带我们来观看，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都还有待解答，很多呢都还需要再更多的研究跟探索。那我的感觉就是，这就像我们的中华文化一样，真的是深不可测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来看一看。我自己今天觉得非常感动。是的，太多未解的答案需要我们去研究，但是要去解答它的时候要负责任哦，可不要随便去凭空想象，不要自己去造谣。那当然你的创意是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，但是一旦回到考古学，那我们就必须要严肃认真。